九十分以上。韩老师呢？我很紧张。忘词是不是？我刚刚有瞄一下提词机，然后提词机没有词，然后我就吓到了，然后就忘掉了。所以那个安全感很重要，我会再背清楚一点。那我应该问你们打几分？能打几分？可以吗？你们好棒哦！你们都第一次听，大家都歌声好听，有点讶异。声音可以吗？我出过合集啊，听他讲话声音就知道他唱歌应该不难听的。我其实觉得 rap 最难。对 rap， 嗯。他不是我们平常讲话的节奏，对，因为他那个节奏你要抓准。我这边要有点嘻哈的感觉，有点街头的感觉，你很少这样跳。结果刚刚说姿势还可以啊，嗯，够。对啊，演员嘛，把眼像一点就好了。我后来也是告诉自己，一开场都满头大汗，那是肾虚。什么东西？谁的进度啊？还好吗？我进度当然很缓慢。唐老师上次说会准备三种尺寸的衣。哦，这个很好笑，这个很好笑。那需要当天是会穿哪一个尺寸的？哦，他那个 S 跟 M 都卸掉了。保留最有弹性的那一套。那陈哥的衣服你准备好了吗？要，我大概从我脚足部的弓部一直到属膝部都是开的。应该是有自信就挤进红毯前三帅吧？都开这么大了，都是看里面没穿。你们开不起玩笑。10点一定结束。10点以前一定要结束啊，要不然太尴尬了。要不然分两天干嘛？对，不然文化部分两场的目的就……他们已经给我们压力了，说广播金钟奖有超时了。